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小助理要来给醉客哥在后台谈的几件货发货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醉客哥的货。头神头亲又头头媒人，头观音兼职爱人，同小姐你成为情人，不放心即刻过问。现在给瑞克哥打包。畜生突然各偷运，要等你充电自由人。三生真系无恨，烧灯出门拜神，放鬼装场面，你快投胎做个冤鬼阵。小姐为何笑阴阴？当然红到了。哥，现在你的货已经打包好了，我准备去寄快递啦。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。如果有看上喜欢的，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